主管 AA 的现场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今天感觉很开心，可能就是然后就是绿桃之类的，对。那其实珠宝也是不仅仅是女生专属嘛，也有很多男生会打电话给珠宝。那你觉得你自己平时喜欢什么样的珠宝类型呢？我个人大部分如果我们上台的时候就带一些很闪的东西，或者是日常生活就比较简单的一些珠宝，比如说胸针还是配饰，就是项链的戒指。那不知道你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有没有练明白？我给大家秀一段吧。好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围攻跑，炮兵怕打标兵碰，标兵怕碰炮兵炮。非常厉害，我可能说不利索呢。非常感谢你，我们这边可以拍照合影。来这边看一下。来，前方，前方。